兵哥有说在甘蔗田里面那个什么偷情，我还在玉米田里面偷过情。哎呦，在玉米田里面跟演员女演员，那比甘蔗田厉害，因为玉米有颗粒啊。所以演员真的很不简单，很多人很多观众会以为说，哎，演员甘蔗好痛啊。哦，没事，你讲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演员演亲密戏会不会会不会心动？怎么可能？不会心动的，因为有这么多机器，然后人在看你，然后你会顾及到很多，比如说你对手戏的演员他的感受，然后这个都是排好的。摸的有，我们反而而且那个很难精准吧？对，总是会误摸吧。不会啦，我们能不碰到就尽量不碰到。嗯，可是就是你的表情、你的眼神要陶醉，要陶醉跟投入。可是你的肢体可能不是真的这么自然嘛。嗯，可是拍 close up 的时候，你又要很自然。可是你要配很多次，反正不会有人找我拍那种戏。好了，算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也不用烦恼这种事。